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不要浪费。
好好嘛。这我可能管你。别吵，猫猫。对，你怎么变胖了？搞大便了！这个，等一下我们互相竞争。那个，我们开会哦。副食跟副的，来说。你自己吃点，算都有的，自己吃点来。你把它拿出来。对啊，有的。那在第七。哎，不是，先我会先把红包袋。看你吃过的。整捆整捆。你脚被定住了。对，定更久一点。哈哈哈！谢了哦。我要问你一看。你说你也是一般家。真的啊。那我帮他吃蛋饼。啊，怎么会没有别的？我不吃培根。那你就吃我的蛋饼。我吃。哎、欸，东东，你可以来问他。姐姐，我很饿。可以。他现在是不能动的意思。他可以动，他可以讲话，手不能动而已。手不能动。什么？他的指甲要多少钱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不是有给你看款式？你可以看款式了。哎、啊，你要问我啊啊？不是啊，不是现场制作吗？我他想要先看价钱。给我大概8000吧。Hello， 可以做眉毛了。啊，我等一下看啊，我穿在哪里啊？不是，我先登记住，然后你叫我下一个。那他叫我来问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再跟你说嘛。你怎么不用传来的？谁的毛巾啊？我很忙，等一下干嘛？我帮你报警。他现在可以乱抱吗？没事，他只有脚被捂住了。刚刚很困了，哪个站？好，拜拜。原本只有你的，我们。我是，因为你不是陪跟所以我帮你，但是我还是很好的。就会，你大概几年？你说不管多少东西，工作最坏就是在工作。
天道有天规，地道有地理。当如果你已经进了法院，在已经接受所谓的侦查跟审判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能干预的。这样你理解了吗？
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